nice workout.山之南北浩气，似那中华文明之千古精髓，这就是嵩山少林寺。在我的弓箭好吗？放在我的宝剑中。只是略把一截脚。It's so tough, is it? Thank you.
感谢我不得修好竟然。
我看到你的人们正在对我们实施挑战，找到没有是时候杀了你们的。以刚健雄武、轻而矫捷的英勇气势，以他既无他念、性静神清的禅定素质，成为我国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的武术流派之一。少林武功始于南北朝，正式诞生于隋代以后。四僧们吸收了我国古代将士作战布阵及有效的自卫防身术，并把他们加在健身术内，形成单式动作练习。经过不断的演化，并逐步增加复式练习，形成了初步的少林武术。You are Shaolin warriors. I practiced for many years. 随着朝代的起落，军队中有些将士与民间武师再遇不死不散，他们更进一步把佛家的禅修融合到自卫防身活动中去，扩展了少林武术，使少林武术由着力变巧劲，由健身到技击，从而正式产生并形成了少林武术。如今少林武术誉满全球，少林弟子遍布世界，
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我们深入河南登封嵩山，寻找到许多年过花甲、身怀绝技的老拳师，挖掘整理出少林寺最为传统的拳种的套路，特别制作发行正宗少林武术系列教学片，真正体现出少林功夫的正宗性、传统性、权威性，供广大武术爱好者学习、研练和收藏。刘振海生于1933年，河南省登封市大兴店人。刘振海自幼随少林寺末代武僧师德根大师练武，苦学不辍，对少林大小洪拳、炮拳、子午鸳鸯月、日月乾坤圈、少林鸡爪连等造诣颇深，因此入选当代少林十佳拳师之一，并被收入中国武术人民词典，成为一代武术名家。70年代末，刘振海在登封市体委负责少林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，他收集了近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和珍贵稀有拳械图谱，并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整理，出版了《少林拳棍刀械套路精粹》《少林匕首》《嵩山少林武术基本功》《少林武术》《少林拳谱》等众多书籍。1998年被评为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先进个人，历任少林武术协会理事、中国嵩山少林国际拳法总会副会长等职。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信大师评价说，他整理的套路皆以从师所学，一丝未改师父所授之招式，实在令人高兴。为了把少林正宗武术发扬光大，刘振海老师把他毕生所学传于其子释延慈及得意弟子，由他们讲解示范，汇集成正宗少林武术系列教学片，供广大武术爱好者学习演练和收藏。少林行走传 Mystery of the Shaolin Disciple。 帅哥，我有要走我哈头皮啊，我要害怕你，我要害怕你哈，哦切，这我要害怕你，
的。如果你需要什么，我会在你身边。
你吗？因为这就是我的我。好，我放一个。这样，我就可以进行。OK。哎。